看过五色鱼丸吗？去过马祖的人都一定在逛完八八坑道与马祖酒厂之后带队去对面鼎星行吃马祖福州五色鱼丸。鼎星行就在马祖酒厂正对面，这观光工厂很有规模，对团客来说可以一站体验鱼丸制作、鱼丸试吃、鱼丸伴手礼。采购场地在马祖地区是相当理想的。鼎星行采取机器化生产，标榜高成本制作，主打的五色福州鱼丸有特色，对消费者来说是酒厂附近品尝在地小吃买伴手礼的最佳选择，欢迎联系订购。